若行论云，如入称智，而无入圣难云，故因种种理啊，应种修堪忍。啊，那么这个论上面，菩萨有特别的告诉我们，这个看看呢，这个称这样东西的可恶、可怕，以及它的恶劣的严重性。 那么怎么办呢？就忍耐去对治。但是啊，忍耐这个东西啊，又非常的难做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却有它无比的大胜利。反过来，你不能忍耐，让称的话，却有这么严重的过患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必须怎么办呢？要种种理呀，多方面努力的。 认真的应众就是应众的认真的去修它，假定说这个人很容易的话，说过了我们就好了，这样。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假如这个称没有这么严重的话，你说不定也可以马马虎虎。现在呢，却不是那样。啊，称有这么个严重法，对着他的人有这么个难做法，所以我们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要从多方面的。 认识深广的认识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如理的认识啊，还要认真应众的去修习，对治它。又见生理过患危险，应以多门勤修堪忍啊，就是这样，结论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的了解了这一点呢，所以说多方面的努力，修这个，数据之理由。 如入众论是云，如大海虽非以称量能定其量，其一说现也不能定，故能如是因非而故皆能害善，除不忍外，更无余恶，最为强盛。这个里边特别又强调一下，正因为这个称心之海实在太严重了，所以呀，这个菩萨。 注释种种方面，就论上面一再再三来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就像大海水一样，不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秤啊，那个容器啊，能够量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那个称心所感的这个艺术的果报啊，那也啊。 大的不得了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，所以说，这个非可爱的这种恶劣的这种伤害我们的这个力量啊，除了这个不忍，或者叫除了称心以外的话，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样东西有这么强盛法呀，就是特别的。 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过患前面任何一个地方一定告诉我们的过患，然后呢，我们避免过患呢，推动我们、吃力我们去修。所以现在这个过患呢，它一再特别强调，特别说明我们现在了解，最强盛的就是这个，啊，所以平常呢，如果我们呢称心大的人在这一点上特别注意，还有呢。 更重要的，称心大的人要特别找到我这个称心的引发通常中什么地方要注意，有很多种见上面，有很多种情上面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由，然后从这个地方除去的话，就很容易，很容易。若今生最大非爱一说而不坏善根，这非如此最大恶果。下面又说啊，说它上面说。 因非爱故，今能害善，就是啊，能够破坏善根。而假定这个称，仅仅呢引生非可爱的一说，换句话说，单单引发你恶报的话，啊，还情有可原。现在呢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还要坏善根，啊，是两样东西。这个任何一样东西都已经可怕极了。 这两样兼具啊，说他这个东西啊，能伤具引大义所及坏善根，所有恶行了。
而关于这一点，除称二外余上众多为毁谤因果所有邪见，即谤正法，并与菩萨增长等说其大轻蔑，甚我慢等如积学人应当了之。那么提到这地方，他也顺便一提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我们普通一般容易犯的很猛烈的嗔以外，关于引起大的非可爱的意说，换叫做堕落的可怕的堕落，以及坏善根的这个罪恶之行啊，除了嗔以外，还有几样东西，毁谤因果，这个我想我们普通啊不会犯得很粗，但是细的地方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呢实在啊很难避免。你们说，那我们信了佛了，难道还不信因果、不懂因果吗？这个说你不信不懂啊，是不能这么说。但是说你真的懂了、信的话，也很难说。